嘉宾小林21岁，来自四川学生；女嘉宾小秦22岁，来自重庆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旅游达人是吧？是不是还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嗯，是的。啊，专门做旅行的，大学同学对吧？是啊，我们都是从四川那边过来了，然后在河北那边上大学。我比他大一届嘛。 然后大一他来我们社团的时候，看着他就不像其他学弟那样呆头呆脑的哦，对他挺感兴趣的。后来知道他喜欢旅行，把他旅途中那些拍的照片自己写文章什么发公众号，我就挺被他才华吸引，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男生，然后就追他嘛，就对人下了黑手了哈。啊，对。 然后我就去研究他的爱好，然后去看他喜欢的书，三毛的什么《撒哈拉的沙漠》啊，仓央嘉措的词集什么的，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啊。追了3个月吧，跟他表白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倒没那么困难是吧？就仨月是吧？还挺好追的啊、因为他是学护理的，然后对人就特别的好，特别的体贴啊。嗯，相处了一段时间吧，觉得真的特别温暖，然后就表白的时候就答应了。今天你们是来跟我们分享 幸福的爱情的是吗？不是，不是啊。对啊，那你们说的那么甜蜜，来说说为什么来吧。那你知道我后来跟他在一起，发现他真的太自私了。他什么事他就想让他自己，他从来不为我考虑。我为他付出那么多的感情，我为他去研究他的爱好什么的，他就不会想想我。哦，他对你做了什么呀？他根本就没把我当女朋友。啊？怎么没当女朋友啊？ 你说说，人家女朋友出去都是男朋友花钱什么的，然后他刚开始出去啊，他也会为我花点钱。谈个恋爱就要花钱，你看啊，就连过节什么的，我订好餐厅，我买着礼物，我请他吃饭。啊，你说我们平时在学校里吧，天天都在一起，嗯，也没有必要逢年过节啥的都一定要出去吧？是我过生日，人家女朋友过生日，抱着大熊回来，抱着鲜花回来。 穿着新衣服，拎着新包包，还时不时朋友圈发个口红啊，晒个香水什么的。我呢，我过生日啊，我抱着一摞书回来，不是挺好吗？那什么书啊，《国家地理》杂志啊，你也挺好啊。那些什么枯木图片呀、什么动物、什么蛇呀、那些。 我这不是他的爱好吗？想跟你分享。对啊，你当时追我的时候，你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啊，是吧？啊，你说你也想跟我学习这些，想让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可聊，所以说我才会送你这些东西。是我追你的时候，我去研究你的爱好；我过生日，你都不会研究一下我的爱好，你送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那些东西，就什么鲜花呀、熊那些的，这也太……这个就批评你了。 确实，人家过生日应该送人家喜欢的，你要了解就应该送，对吧？你说慢慢影响，就对我一点都不上心，就没把我当女朋友。行，你不是喜欢旅行吗？带他一起去旅行。对呀，我也带他了呀，不是挺好吗？但跟他出去之后，我发现吧，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世界的人啊？为啥？你看他出去吧，真的走哪儿特矫情，刚一到住的地方吧，嫌这儿不干净，嫌那儿不干净的。哎，你说说他带我出去订的那地方，订的那青年旅社啊，青年旅社。 把我扔在那个房间，跟其他好几个陌生女人住一块儿，那晚上脚臭的脚臭，打鼾的打鼾，根本就休息不好。都出来玩吧，就将就一下了。啊、你看我平时出门吧，以前一个人走习惯了，一个背包，一台相机我就出去了。跟他呢，左一个行李箱，右一个包的，你看里面光鞋就好几双。 还要好几套衣服，指甲油都带好几瓶，那有啥用啊？那个啊，我那不是为了出去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打扮好看吗？其实就是玩的方式不一样，你是驴友，对，您那是想象当中的是奢华游，它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想那个旅途中我们好好的一起感受旅途，一起。 舒舒服服的旅行嘛，对啊，他就把时间就赶得特别紧。我理解，所以你这个，你说你，你说你追人的时候，你研究爱好吧，你装吧，这个伪装真的到了接触的时候，你发现面具就会一层一层的被撕掉，对不对？因为你追他的时候展现的给他的印象就是个驴友，对吗？嗯。现在你们真在一起了，你不是驴友了，您变了，那肯定不行。 所以都有反差，我相信你心里也不舒服，对吧？哎呀，怎么我女朋友是这样？她追我的时候，这应该是那样的，对不对？嗯。你是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追到手，你就不能珍惜我吗？就是他追到手了，他就不珍惜我。是你追人家追到手了，你就不珍惜人家啦？哎，接着研究啊。就这样，我也是他女朋友啊，他就敷衍我了，还照着片什么的，他那个公众号上面的都特别好看。可是我让他给我拍照片，上次那个大排放前面啊，我说那个大排放挺好看，给我拍张照片吧。拍了，那大排放挺好看的。 我在那个旮旯角上，人本来就很多，你不仔细看都找不见我。你说你给我拍照片，你还是拍大牌坊呢？明明有好看的照片你不挑，他偏挑那一张最丑的来说话。上次他跟我说，我给你拍个迷人的背景吧。行，那个照片拍出来了，那背影身高1.2米，腿说6'5", 那叫迷人吗？吓人吗？你看他那些照片都是那么好看的，他给我的照片。我客观的劝你一句啊，再好看的人拍出来都没法跟美景相比。他好看，但是他敷衍我呀，他就不能好看。拍不出来，拍不出来。 别说你了，他们俩也拍不出来。你再好看的人，你拍出来的照片，你能比得过特别漂亮的自然风光吗？他拍照技术是很好，他不对我矫情了，别矫情了，不是带你出去玩吗？有时候就特别矫情啊，真的，哎，都不想说了。你说出去完全就不是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你看，你看，还有啥？他就不怎么带我出去，但是他又特别喜欢出去，我就根本就找不见人，跟他就像屁股上长了钉子一样，就瞎不丁儿的就找不见人。就是他，你老自己出去。对，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吧，我就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出行，利用寒暑假的时间。现在跟他在一起了，就什么事都得。 从着他来了，你不就得从着我是你女朋友，你不就得将就点我吗？你说上次我就死赖一磨的让他带我出去，行吧，带我出去了，我出去给他当小跟班去了，啥意思？就是我要背着他的包，还要给他挎相亲包，我还背我自己的包。哎，那你自己咋不背啊？我当时是因为拍东西嘛，我就把我的。 包让他帮我提一下，你看那些好看的风景转瞬即逝的，我是不是要抢那个时间？看其他女朋友出去，谁手里提着包啊？不都男朋友提着包吗？我还提着包，还怎么拿相机？那不得磕坏了？那你就在意你那些照片、风景什么的。行行行，你就不该谈恋爱，你的恋爱在路上，你的女朋友是风景。刚开始不，他也说要愿意跟我一起啊，这不是发现真相了吗？就分开呗。 不啊，都相处这么段时间了，也有感情了。行，你们什么时候毕业啊？明年。你明年，你已经毕业了？我大4了，现在要实习了嘛。哦，行吧，那怎么打算啊？我家里边给我找好工作，我想回去实习了嘛。哦，你是重庆的？对，我家那边对。啊。然后他现在又有想法了，他去一趟广州回来，他说他要去广州。 因为我想去那边读研啊，他要考研，你要回家工作是吧？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就是你就看不上人家，你害人家干嘛呀你？你这孩子看不上他，你就是看不上，你满满的看不上，你还带他出去旅行吗？带呀！你刚才说我带他出去，我真是受不了，他们就张嘴这谎言就来了。我带他出去多累赘啊！我自从有了他，我。 带啥呀？我们也逐渐要改变吧，他也改变一点，我也改变一点。所以你希望改变一点，他都不对我上心，怎么改变呀？你知道你听过有把女朋友给弄丢的男朋友吗？他就干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那小吃街挺热闹的，那人挺多的，排队买个吃的，扭过头去人不见了。人呢？我打电话找啊，手机在我这儿。我当时拍东西嘛，看到这儿有个好看的。 拍了，前面还有一好看的，就跟上去了。然后一回头呢，人又多，就没看上他，我就往前走呗。走到路口，我就接路人的电话给他打了。哦，还好没有失散，其实失散了是最好的。打了，他是给我打电话，半小时后才发现我不见了。他就对我不上心。那你还不走？我追了他这么久了，我到手的。那你的你到手了，你看。 一不小心，这实话就出来了，到手了是吧？所以凶相就毕露了是吧？啊，这我不是喜欢他吗？我喜欢他的那些才华。问你去广州吗？我去广州，他都没有为我考虑。现在没有基础，什么吃喝拉撒都成问题了。我去干嘛呀？我去给他当陪读呢。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好吗？你就是想回去享受既定已经安排好的事情就不想去努力了。你看你一回去了吧。 肯定不愿意出来了，一安稳下来了，你怎么还会出来奋斗呢？而且你看，你再回去工作几年，你父母是不是要宾妮姐进入丘比特温泉。小林，以前有女生追过你吗？没有。小秦，你以前追过任何的男生吗？没有。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分开就是因为不甘心。男生的不甘心是我们都处了这么久了，如果我们分开，这段时间就浪费掉了。女生的不甘心是我追了你这么久，好不容易追到手了，现在就放你走，我浪费的更多。你们根本不相爱，甚至不接受对方对于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观念。比如说，就说过生日过节这件事情，男生觉得无所谓啊，那就是普通日子当中的某一天，女生觉得那一天就是有着特殊的含义啊，我们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仪式感来证明我们相爱啊。好，再来说旅行，男生觉得说旅行就是去看看，去拍照，去记录生活。女生说旅行就是要体验，要感受，要和你一起。你们对同一事物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在对所有的事物不同认知的情况下，怎么可以在一起这么久呢？男生，你拍的那个带大门楼的照片，有一个小小的他，事实上，这就是你们生活当中他以及你们的爱情在你的世界里的真实写照。风景是大大的，他是小小的。你的旅行是大大的，你们的爱情是小小的。你找的不是一个女朋友，你要找一个助理，这个助理要帮你拿包。我在资料上看到让你去学车，对吗？对。给他当司机。是啊。对吧？这个助理也要会开车，这个助理最好自己不把自己弄丢了，反正我也不会看着他。你相机一定不会丢，对不对？对。但是人会丢，所以他不如你的那些花花草草，不如你看过的风景，不如你手里的相机，也不如你精修的每一张图。这就是在你的世界当中的他，你还有什么好不放手的？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你们是误会嘛？今天误会解除了。我们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但是你们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所以不应该共同旅行。我觉得散了就散了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谢谢左岩老师。摄影作品呢都会分成是风景照和人物照。其实这就反映了这两种类型的主角是不一样的。你觉得风景当中要怎么如何反映它的极致的美，你一定注意力是在风景里。同样，如果但有些人性格截然不同，一个爱动，一个爱静，一个爱宅，一个爱跑，依然可以相亲相爱一辈子，对吗？但你们不行，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现不行。为什么？因为姑娘，其实你从头到尾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热热闹闹的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我喜欢这样一个文艺的男青年，他拍出了很好看的照片，他有很多的这个旅途的故事给大家分享。哇，好文艺啊，满足了我内心对这种小浪漫的追求。而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欣赏他，如果你真的欣赏他，你就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图片背后，那些一段段旅途中故事的背后，一个大学生想要去用双脚走遍世界，怎么可能去住高档旅店？是3年去一次吗？我们攒够一次钱，然后去住一个好酒店吗？当然是青年旅社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爱他、欣赏他，这些都是你要欣赏的地方。你看我的男朋友，他是真文艺，他为了去看那个花，他可以忍受几十个小时，可能站在火车上坐着绿皮车去。我欣赏的就是他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美丽的执着。你一点都不欣赏，你看不起他，你觉得这种旅行方式太苦了，这一点都不文艺。我要的是鲜花，是浪漫，所以你也不喜欢他，你明白吗？而小伙子，其实我也一直不太清楚你，现在对他留恋的是什么？也许是他的那种热情，也许是他的主动，让你这样一个其实很沉浸于内心世界，相对于他比较封闭的一个人，其实是被感染了。因为你跟风景的对话，你跟花的对话，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对话。你是一个挺乐于在自己的世界里去享受的人，所以突然有一个热情奔放、敞开的女孩走到你身边，我相信你是会被吸引的。但是，这种吸引能不能持久？这种吸引能不能让你真的付出行动，去爱他所爱，随他所想，去给他制造浪漫，去送他玫瑰花？我觉得你也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原因，还是因为不够喜欢。愿你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快乐。谢谢。谢谢杨老师，涂老师。百度地图召集100万年薪的首席采集师，给你一辆越野车，一架无人机，还有100万的年薪，这工作特别适合你吧？但是这份工作显然不适合一个有爱人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有哪对夫妻长年累月的以旅游作为生活的全部，所以你明明知道，旅游对于你来说是全部的生活，而它不过是你的助手；而你明明知道，旅游只是你的浪漫，只是生活的点缀，并不是你的全部。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这么虚伪呢？你明明非常清楚你过不了那样的生活，偶尔的旅游可以，但大部分情况你希望像其他的女生一样，能够安安稳稳，能够偶尔有鲜花的陪伴和礼物，像我们的日常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虚伪的说我愿意跟你去旅行？你明明受不了那些所谓的青年旅社这样的一些旅游的穷游的那种艰苦环境，你为什么要说你可以？所以说你是一个伪文艺爱好者，为什么要装呢？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应该明白的说出来。而对于男生也是一样，你明明非常清楚，你不是带一个人去看风景，你是需要一个工作拍档，你是需要一个跟你拿包的人，你是需要一个给你开车的人，你是需要一个能够跟你一样吃苦耐劳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明白着说呢？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助手，胜过于你需要一个爱人。说实在，事实就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直白的说呢？如果假设今天他妥协了，他跟你开始走上了漫长的旅途，适应了你那样的生活方式，然后你们在旅途当中不断的发生争吵和矛盾，后来你突然遇上了一个跟你有同样爱好的女性，能够跟你既工作又恋爱，那个时候她怎么办？我想请问你。所以你要爱风景不爱美人，那你就去爱风景，不要想两者兼得那么自私。你也不要装一个伪文艺爱好者，你过不了那样的生活，就过我们凡夫俗子的日子，偶尔的旅游，找个男人生个孩子，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你过不了那样的流浪的生活，那你也得直白的说。这年头谁蒙谁，最后倒霉的都是自己，谁痛谁知道，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觉得就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人生不能贪婪。我问左岩老师那个问题，其实我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再美的人，也没有你要的风景美，因为你现在的心都在你的路上，在风景里，你们自己看吧。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角度和观点，你们要想坚持，或者放弃，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我们都祝福你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还是很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你能够住进来，因为毕竟都我们看这一对怎么选吧。请开门。